观众朋友，今日个节目欢迎收看福起来我阿明哥刘浩明。现在台湾面临到一个国泰问题，如果讲啊，等咧都市真咧人强人过多，但是啊，等咧乡下要老人家过多。现在啊，等政府个希望讲啊，等咧都市真咧人强人可以轨道啊，等乡下去前头路去做事。但是其实移民啊，等万岁路唔系好些农事，嗰种轨道人强人轨道乡下以后，侬发现到讲，唔需要做农事。乡下能出农事一件事情，得等等伊。但是做农事一件事情，系得过困难的事情哈。更加新的技术可以帮伊得有过得过简单，无论讲伊得过好的方法，把一件事情做过好无。啊，你今日有抢到黑老师，我哋推动慈善的雨水亭，伊用一种奇快的技术，把农事一件事情，唔单止卖到全台湾，嘛卖到国外去用。啊，马上来分享啊，等等，来自推动慈善的雨水亭，来到我们现场，水亭咯。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慈松，来自慈松的魏瑞廷。哎，啊，想问一下吼，你当初过去的时节，如何如以你讲这个过好农业，过好做农事，啷过去哈？其实头摆世界安尼都种下来的生意哦，当然我都不卡做事啊，一搭啥拢空用啦。因为从我不用教，你知道怎样不卡天休？那讲寒暑假嘛还要都不卡天休，所以我头摆世界当然我都不卡。啊，所以讲。都差不多大学毕业，俺个爸个去北位只，北位咧梯啦，伊个规天咧做油漆个嘛。啊，本位其实头摆个唔是有爱个种个爱砌做个方式，本位其实密中好咧，无搞无人爱。啊，其实今大天发来讲个，啊讲你也无开有按道个密无法度处理个样个。俺个想讲，俺又没图案个东西，天会用个处理个密，本来无嘛接个天发。啊，天气大，啊，不过现在冻唔掉咧，也是来讲，安尼来专业不可能天收诶。一开始阿妈想讲米冻好处理啦，啊，张安尼专业不卡，真当伊讲偏专业不卡啦。无本人说伊那边读去做些读书，怎么无要专业不卡呢？系啊，一般恁路安尼，因为个恁个求学个路程路安尼嘛，譬如讲恁高中吼，恁迄个可能路太好个，都可能在外面工作，读书读个在外面工作，其实。应该讲，除非有乜个特别的原因啊，那我真的会鬼当啊，能存状对吧？伊都从头都讲，哎，卢米多，卢卡有问题，人物，卢卡有问题啊，买米，最买几笔米有买系冇？有啊，一开始，像讲专业卢卡米简单买，你弄啊，看像阿你条讲，阿你头前在聊天噶讲诶，那十格 T 的米，佮差不多有12,000包安尼来讲，那做阿你条看到了2公斤的米。啊，所以啊，刚刚就想讲，当简单啊，转去替拜买，阿妈买唔得啦，我贴埋一家钱落去啊，贴本部卡讲来买贴啦，阿本部要紧听，想讲安尼唔要攀发啦，当开始想一只缝隙都留了米，可能用来买出去安尼。但是问题是奇怪，因为你这个讲在推动慈善啊，其实推动慈善吼，唔单止是风景奖，吼，他个认为是，其实我能讲发动的米应该可以好卖人。其实头摆像他讲的发动含咧慈善的米。同你同好买毛唔错，啊，后尾同到人想讲米嘅家私好，如果人是要去捞米，某些拿南部可能云嘉南的米转来，让你吃上去捞米，啊，米消费者吃到伊会感觉可能口感个就同无买空样嘅，慢慢的大家会对了就失去信心，佮唔会想去讲买了只吃上嘅，所以相信讲，啊，你特别的朋友佮那一包吃上米转去，假如可能人会讲，嘿，买到真嘅还买个假嘅。所以咧，安尼都始终推动，安尼发动独到的问题安尼。可是会变成，那个种两生态的，好品牌态的，品牌态的，他讲你如果开始我有这种，那能够良莠不齐啊，我有都。弄人家讲变贵变乖。变贵变乖，也真是如伊的柜台的问题，就等于讲，我们创业者其实够努力把伊的地方的品牌打出来。结果后来如果过多这种。人讲变过变怪的事情，我出来，其实今啊嘛，还有一点面临到柜台的问题，就讲啊，譬如说发动米，吼，他讲用的发动米品质贵好，但是你还没买到真正发动米，还有问题。听你讲，佮黑人把个米买黑以后，如果是转型，还是得卢卡天数一下。其实啊，就是半年转去卢卡嘛，从第一摆从头讲的，大家无信心了，就吃上米了，就命的啊。啊，第一摆去老不开面啊，去老伯像个条市集啊，然后伊到安尼买来看伊到个种个市集，伊买面甲大家唔信，起码问讲，你面是哪来个？我讲系慈松个，慈松来个面，起码唔会相信。
因为讲啊，要先看下身份证啊，看睇要看带哪位啊。嗯。然后又阿问讲，始终有冇间人的命会唔切嘛？哎，都同阮确认，提起当上当指引讲，当详细讲，你来始终的命。啊，第八呢，买变做大啥，同阮都该指引下身份啦。所以后尾当就想讲，啊，用某个方式，当尾就发出本太家己讲个命来，伫那边种诶，很许多诶命喺那边来诶。啊，现在先开始都爱利用网络诶技术，先下滴个加脸书，让开始出来嘛。所以当老师有资讯跳出当尾去，啊，然后引来看个资料，几尾滴哦，你啊其实种诶命，某个命诶，某个牌诶，某个其实失田，其实变肥了。第一条梯在那边，所以伊要按什么系列保密？搿一下面弄阿人，阿人囡仔人农民一直在推产，来讲阿人在，阿人讲生产力力也会讲，也会协调咯。嘿，一开始系用阿人风险，我们来一家嘛有做像你头讲的生产力力安尼东西，阿来消费者嘛有问来，伊讲那条生产力力你都盖脱，来又看唔到，我们要了解的，所以去市集，我要对消费者去爱的需求的东西嘛，该，所以我要了解的东西带做，用金币写写生产率令改天来降低，有改嘛？啊，我们都后背来当有熟识一家科技公司的调价，其实讲，哎，我看到很多脸书当背，然后授予为资料东西忠实呈现都消费者的条件，啊，你用一家科技很多区块链、区块链的东西，你都当背授予做的事情。用的东西，还呢都填空做某个事情，给通信机上去是无法度去来解脱，唔敢做嘛。因为如果咱插一条 sensor， 像感应器，像投标某个东西，给随便填到底，咱上云端上多个资料库，底部都去，用问干嘛？啊，我接偏方也是讲，啊，反正也是按你做啊，无可能，可能用那丢都填空丢某个也都唔惊啦。啊，不过是按你做起来嘞。我哋今日嘅节目吼，其实我哋自信上过太咯，因为这里讲我哋应该慢慢地去了解讲我哋呢雨水田啊，也会成品。但是我哋一马上都开始把我哋呢节目主题，都等于今日的过创业为一个主题，按到区块链。因为做嘛的区块链，头先我哋呢雨水田已经讲出一栋厝，做嘛我开始行一条路。如果因为我哋一开始时间，我常常因为讲三T， 我开始因为三T 有名以后。他讲你们可是家用也要三T秒家用啦，家用也要三T秒。你可能我用某空用的地方的米，然后家用瓷砖的米，好把冻的米来做。嗰是一啲的问题，第二问题就讲哦，我哋其实我哋农民币要推出我哋嘅生产履历，好，你讲，你即个记录啊，吼，天然要用某个肥料啦，要用某个农药啦，吼，对啦，攞来。但是，因为我哋我想过一件问题就讲，咁即个改咯，系，我攞啲咯。或者对消费者来讲的话，其实头都以头个讲两个问题，就系我哋最常个遇到问题，比如讲，我哋更加是对发动米，好，譬如讲那片的米，某个过有新鲜，过有新鲜，但是我哋真正我想到讲，系咪有混充的，好，会有人来拿来加嘛？天然的讲，因为生产力有过一个嘛？嗰时候头都以讲咧，系咪用一种过新的技术，按到区块链，因为技术来用了，但是。啊，今天如果像我等呢，雨水田来说明哈，马上就起快点了。所以在说安尼的去填空，安尼有老师有东西记录到安尼的本子，他电脑来讲都是读笔记本啦，其实在用到云端的笔记本。啊，安尼像条案讲诶，收集的过程安尼要下都个只普位点位度，那只普位点位度像安尼那去买米好嘞，像根本唔会讲，伢米要买300克，加买500克，安尼要讲安买上贵嘞，去买较便宜。但是那个过程里头，其实用的肥料可能一包装80克，啊，你再买500克的盐，其他肥料会用300克的，蒙因低啊。因为那下一版的生产履历的哈，基本可能是下标配是标配，基本咱特别标买个东西。那像安尼只蜜都外国去，基本有都清真的国家、清真的国家，所以安尼要讲，都唔得有猪的，从肥料里头都唔得有泰骨、猪血，安尼有买个鸡翅，那条通都唔得有。啊，安尼买伊看那个，买个伊来配料的条条制造的内容物，是不是特别吸引啊？你的消费者一看，这不用都该网络该区块链当买去。啊，其实一个去中心化、不可篡改的一个科技，所以根本刚刚讲下唔出来，那种下一笔资料去讲，你送一笔用会下唔出来呢？那从安尼条块下唔出是
可能用铅笔叉子出台，如果过下高。可是等于讲，你在生产的过程里边，你用的某个东西，哈、哦，你下上以后，伊就变成伊阿咪一堆资料来源的一部分。可是变成讲，我听到下资料来源，我可以过详细的去提到讲，哎，你当初用一道差不多一栋某个电器的某个电器的皮料，然后又用到农药嘛，哈、哦，无论讲你这家的皮料里边又用到泰国嘛，比如讲同我讲提高国家里边，无办法用个通过之类一种通过之类一种皮料来讲吧。可是这种东西在我的呢奇怪点里边，如果清清楚楚不用提起，而且天然也无办法去复制呀部分。因为是用时间来做一个连接。哎，因为你很注意在很多 IOT 是在讲天空要用一条像微气象站，其他无要用点钟，伊要上传一下资料都从条下老区块链去合并，按之后又在时间序列，你再更看用点钟传一摆，用点钟传一摆，按下履历是不是更多更行？所以像你啊，根本安尼来个，你台湾门来讲有落水嘛？消费者其实都在在从那个区块链当波一个 QR code 当波在看到。大概时间上低，根本有落水没落水，同款的低。不是伊同阿人，一般咧阿人讲阿人生产的啲木片个东西讲，伊唔单止系记录唔做嘛东西，但是因为现场有一啲停顿时间，一开始去侦测的一个东西，可是因为侦测的东西嘛，它变成伊阿要履阿人讲履历的一部分，但是伊阿个东西系冇办法改变的，因为伊系机器，系冇空用个时间，冇空用个。得出无穷个结果，可是一定会丢入去以后，你喺落去改嘛，无办法去改。因为你家当初要丢了条 IOT 的部分，喺爱去市集消费者问来讲，天气的蜜了，天气的蜜那张蜜还好些。啊，你头摆弄人家，然后你搞是讲天气的蜜还好些，因为佮伊冲动，啊，俺妈唔伫遐，嘛个年龄，啊，你第三问是讲哦，天气好些，啊，叫来消费者问讲，用唔天气好些，啊，俺是会。去做起卖温暖应该是讲，啊天气较冷，时间较长，所以我像安尼小家的空间较小的是较好些的呢。啊，不然有老微气象站的资料丢到安尼的填空去，你做看其他个气象资料雨量还有温度，佮条来看你是提供哦，原来天气佮资料变化还冇按剧烈，啊天气因为较热，伊较冷，伊较热，佮佮变化较剧烈，所以佮密西来会有差别的呢。世界中无一次很爱的繁衍，归重要为伊的技术嘛，归重要为伊的传统。但是听着时代的改变，其实世界中无买过有科技的能力去对天数哦。休息一下，等一下我再买过多个精彩故事哦。翻过来，复起来。上档节目，我们来自台东慈山的美水亭，我们讲一定要用区块链的技术，赶紧去挨到中部的地方去。我想请问一下吼，像头先譬如讲，你前面有带一保密来讲的话，譬如讲头先有讲区块链有两个最重要的概念嘛，一个去中心化。好，以前某个东西去中心化，意思就讲以前我们某个东西如果对中心去认真，好，譬如讲我们可能以前我有的想法讲我们在台北南某个地方，我们某一个中央的一个天路，好，某个东西就打电话过去，某个东西就传过去，但是这种东西其实过麻烦。好，时间会花喺过久，而且去中心化意思就讲，我们还不是要去中心咩？其实伊即个都可以验证一件事情。天意都讲，伊在验证的过程里边，时间最重要。好，时间干一批以后，也要过程里边，你无办法再改，你无办法再变化。但是像今年带来米来讲的话，佮比如讲伊咪有啲 QR code 啦，佮像遐米里边。伊从用个东用个对啊密底杯，看出也要区块链底下也保密底杯，伊发生用个伊个功能咯。从那密当买个特只 QR code 特种纸啊，伊在当买只个贴纸，伊会有只编号。是讲你啊得 T， 可能一格 T， 伊产量是100包好嘞，伊产量是差不多是讲不太厚重啦，可能都110包，伊说编号一到110号。唔会讲有一都一500号、1000号，永远的一公顷是等于三种都会密出来，所以其实在体育其实保证人家讲人家数量充满，天一还是讲落去地位度，很多人都看到产地在哪边，就会有只 Google Map 会图很多产地去。像你有很多银行，因为银行真实佮买保密佮都投人，
是填电了的 QR code 都投人视察都持送，啊，而且给他产地进来。伊讲其实按到盐的米，唔是伊讲了米遐慢盐中的，起遐顶来味，所以就会填电。伊咧真实的故事就是投人的一对夫妻，其实市政都推动伊。其实三思来讲，其实都还没有。按你提下讲的环境的资料，所有的数据都对得到。提下讲美国的消费者，伊会看到有通货的资料，伊会感觉讲通货的资料比按你台湾所有的有机验证的资料来的有可信度。伊讲通货是会落了去呆的，含有某个东西会比了还有信任的部分。所以我会老装一只 IOT 是讲即时摄影机，会帮助填充。有某个通货过去，其实会存，啊，你会来存同去区块链调度。所以给针对消费者，伊啊，你会做一只是讲客制化的履历不一款，啊，伊觉得说这包米嘿，伊适合伊来吃嘞，其实为了来买。像给阿米讲也是讲，我做些东某行，我无法度从农民安尼去讲中，但是我向外不一从有一些有环保的概念的调度，我出钱来买，按用继续用按嘞环爱护环境的方式来讲中了这梯。买得尽一份心力，我用吃来回馈这一个地方，那我把钱给你，按他应尽老提中不以后安呢？可是你等于意思讲，你头头讲个经验样机，譬如讲一两点五年一摆，可是其实多多一吸多一点，譬如一个通货，好啊，一路只有说的把一个资料传上去，都变成当初要保密。也被身份证底部，如果有一天有资料都丢掉，伊在养皮的讲啊，也保密当初的太过长底部，好有一阵的时间，如果有通过来，错，可是就变成讲有一天通过的出现，伊讲起码个有基因证来讲的话，软过一，我讲过可以稳稳讲讲看，大家希望都已经抢到会有通过会过来一件事情。啊，所以这种一万的资料未必消费者会他信任了。啊，部门第三个是讲，啊，你头摆你要去伪造呀密的部分，像个 QR code 那扫伊啊，扫一次你可能没干过没嘛个，但是失败后，佮伊再回传到伊手机里头，你看到了再编号、识号，奇怪要不帮你查，我100摆、1000摆，了个时间后头是袂咱通知讲伊密可能有问题嘞，你是差不多去查讲1号到10号这一批米，嘿销到哪里去？那他只销到台北，怎么会在美国出现或者哪里出现？你要去查是不是有被人家仿造？嘿，譬如做伢仿嘛，以内的东西，也不严密，好什么意思？所以这就是做统一做去避免啊。所以也一只溯源呢，懂中间的东西，很有讲，你要消费者买到的蜜，给咱扫 QR code， 伊做提供，嘿，伫哪只地方买了包蜜？啊，坦白来讲，你像你要顾虑个后生要去开店，要去开卖米，要去哪只地方卖？你个数据你都来拿出来看，可能讲台中专门都是直送米的人，所以你那开米店，你一定要去台中开，唔会走到高雄去开，因为高雄人唔是咱买过了包米，所以你个资料通像两人讲的大数据，还有智慧农业，然后所有的资料这些都你个地方都在空下做饭的。对于如果应该要保密，譬如讲以前的生产履历，某个讲的加毛绿色标章，其实是一种胆小诶。啊，那他囤的手机在证明讲，哦，一个东西至少是一个保证的过程，用生产出来的。但是对于某个手机在买的，我也表中有本人仿造，我都无法度抵，无法度抵。好，但是你头先讲变成讲，我哋前面如果有人只有100嘛抵，只有200嘛抵，只有300嘛抵。就变成讲，看到走到几多摆时，你会发现讲唔错啊。这里讲一般人买可能走一两百天，就差不多滴。可是你走到100以上时，你就提到想讲，可能要拖着你，可能有本人仿造的。好，提的，听见你讲，就头先讲的，我哋买人买来的米，我哋可能唔滴。好，因为我哋有时候帮我哋咧总盘打出去以后，都系买唔滴。可是你头先讲的，我一走位，我都提讲，台北人走位，桃园人走位。新中人之后，发现到可能也保密，睇都市镇底边，好，因为可能社保个防骗网络保障个强，都市镇人个好，可是海外一种类型那边，就全部买伊都市镇。其实这是对以前来讲的话，我哋都唔会讲啊，我能够打错目标市场啦，好，可是佮中头都讲个区块链个提升吼，其实对我能够中国中市场人来讲，其实系一个天数贵太一个提升，但是目前一个提升会贵吗？
唔系诶，都开始啊！老个公司合作个，啊，底家几只后台，老说有个工程师投入个钱好多啦。嗯，啊，底家来请来，讲啊，讲个做了只东西个哈，是做区块链那只科技个。啊，讲啊，咱做做的，咱合作技术合作做的。啊，那本个电农民啊，有一些的回馈。那讲啊，用一只后台，举例讲1000万，唔要达成农民就发图。啊，本物件是有上一只方式是讲。用达当月的月租费，从手机可以用699、799、899，只有你那些标章贴纸，然后还有你要装的填充的一条设备，用掉掉，掉掉钱来算出来，用掉掉月租费去拿。因为拿分期，用一张月699，你要感觉按你做得做。啊，你哈轻松也卖有条件做，按来为了给讲，你先第一一个产品呢，你本买给人买，你本消费者买给。履历要被看呢，你莫看到啊，可能卖了当红还是招牙，唔好用牙产品的特色。那根本讲啊，我一本我主攻市场，一本姜生人的妈妈阿妹家一本买本生人系列副食品，我是开始会注重有机，还有现场那种味道，讲懂腔哩，啊，唔是边个配料，冇边唔是边个农药，啊，冇买冇边其他的东西的，啊，不针对了的地方，边都爱履历里边休息。古说人的意思是讲，嘿，美国有台湾人，其实讲，伊唔是 IOT 嘛，可以感应入去区块链的技术咯。系啊，台湾人是讲，加产品其实想讲，本消费者提供，爱很爱中爱听，爱像之前个英国金融时报有来安尼慈松来采访嘛，佮讲佮看到个区块链，佮感觉还有一条传承的作用。很样来讲，根本你讲中个，像你爱送一批，送一批。啊！你搞来中间，你下这档波呀？因为云端的资料唔会云端不灭，人家资料唔会消失嘛。所以佮做下这档波讲，佮容易要做埋事情，要做埋事情，做埋事情。你做得隔一年，就拿类似的环境、类似的时间去做参考。冲掉哈，你是某时有 IOT 的呀？啊，哪讲？你要做一条记录，就是讲买个资料，去买个资材，可能讲买个配料。在那边买的几多钱？啊，那个地方节点都落来，其他起码模式就会用在 IOT 的部分。可是等于讲，伊唔单只可以去保证到外头能买的东西，也要过，也要生产的过程、过场地不会发生嘛个事情，然后也当初适应个批量。同时对外头呢生产者来讲的话，伊真是嘛系一种经验的一种累积。对的。好，比如讲，你要经验嘛，吼，我譬如讲，人可能。当初初开始去种田，搿种唔愿意分享当初施肥的方法啦，吼，不用水不用一道啦，吼，搿是天时用的时阵不用一道方法。其实真是这种人听我讲来讲，伊嘛系一种经验的一种传承。数据累积的，系数据的累积的方法。可是其实像安尼方，佮更加听唔等台东来讲的话，这个有几多人感觉也会。区块链的一个技术的一个，我那个群组的部分。你哈无的部分有机的也有做嘛？嗯。啊，因为你开始做有机，啊，像讲的是本消费者的有机应用的啊，你咪吃上咪。啊，像有人伊问讲，伊在做惯性呢，伊做得做嘛？嗯。还讲嘛做得？啊，但是人家该履历的部分，你说不用都，人家约的迄个是不用，迄安全采收期的时间做嘛？迄割起来嘛？那讲迄。惯性的部分像安尼无诶，还有菜，消费者他在乎的是讲，嘿，没安全采收期去采收起来的。你莫讲风采来咧，时间蛮多，大概风采来是讲，哦，非安全采收期采的菜，啊，消费者买。像你啊，你是在标注这个地位，就讲，你其实用药个，啊，其实去了你也收起来，你也其实会看。啊，你啊，始终有惯性的有甜叶诶，啊，有做推动，还有做小米诶、红米诶。像你啊，都台中的嘛有朋友去做香菇的，起码有下都不用做调度的。台湾的天然果实啊，等人工嘛高贵，果实安样的好好睇啊，在天然果实人工高贵的地方，产出最多最大的量，其实我希望科学的一个天数。休息一下无，等下我等外国多个精彩故事哦。
欢迎过来，福气来。上档节目我们来自台东慈松微水亭，欢迎讲。其实我们奇怪的技术，唔但只可以用在种蘑方面，可以种菜啦、肉鸡，全部都可以。但是观众朋友，这个地方有咩米啊？吼，曾经爱的那高种石锅，还有伊嘛去麦当啊的那米贵的亚马逊上面去，我们来问讲，伊很用的去，可以是把亚米蒙啊的那高种石的，从一顿营养的吼，那都个都是跟。诶，应该讲，所望嘅时节可以把米松门高种。哦，因为加当中系蔡总统佮上任加，嗯，然后2016年吧，嗯，伊讲有只加有介绍一本书，讲问台湾嘅所有人讲，要做一只学习嘅对象，是该你本有一只很多献米给教宗的人，加很多嘛该。你的公务人员嘛，嘿，伊讲你啊系特色，做得值得去效法嘅人。嗯，啊，你想讲你台湾一家嘛有种米。啊，你的米运动唔会输本日本啦，啊，系安尼感觉啦。因为台湾嘛，系输本天皇的米嘛，系迄时咧。啊，你运动唔会输本，所以我就想讲，哎，我运动嘛，做来做一只安尼的事情，啊，本家本太家己讲，你做个事情，啊，你台湾人嘛做一道，还有都啊，你顺台湾人从顺台湾后生来看到，起码提讲，哦，你的东西冇输人，其实啊，你本上是老太家，老世界人咪平诶。唔好讲有一些咧，讲很多，我有一些自卑啊，样诶。啊，你那认真起来，其实啊，你个东西唔会输嘅。所以刚刚也是想讲，黑妹佬，你个米，阿妈来，佮做一道，阿妈佬，你一个台湾个米送到本地讲去。嗯。阿婆每次都台湾个大使馆个就听收哈，是送过去。啊，阿妈向阿伙伴，加多同我半夜十号还是几号，我唔记得，我半夜十号七号，都我都在思田大使馆个代表阿母来讲，嗯，我空下来，范地刚老米松本高中嘛，阿公阿师田啊，那做掉了天王饮食，阿公阿就向来一只朋友，阿公几波代替来老了条东西代购去，阿卡是去接，啊然后去接见家己虾米只书记主教，拿了条米嘛，该大使馆就讲，你阿张米，伊该当波有区块链，伊要吃的东西有符合伊。教宗二世的一个教义的东西都在度，所以你看到的资料，因为伊当尾有英文呢，哎，所以台湾讲的产销履历当尾无英文，那哪文个个人看伊嘛看无，啊，假使安尼送过去，啊，香港送一摆，大少要讲到了，嘿，就该可能要做诶，可能要向人讲个营销，啊，如果做听一摆，听一摆是都去省一家，啊，香港送过去，啊，结果拄好拄到该新冠疫情。啊，报名叫做听一年的二月，当双门个条解药。啊，又答应讲，我那有法度，我不会过做 T 三拜、T 四拜，报名 Q 年，应该 Q 年吧？如果做一下 T 三拜，如果送过去，嘿，当本大家提供吃台湾又叫你啷米啊嘞？你一头都讲个伊在日本，我能讲伊在公务人员送日本田，刚刚同安的高仿个伊在故事，其实迄伊迄一点算上个地方创生的故事啦。伊在讲安的公务人员，其实日本的公务人员看到伊在安的安在乡下安的派来下来，嗰时伊自家都干脆下去做一件事情。但是安的微水田伊也无同样哦，伊系用一种我能讲区块链的技术，利用亚的方式。同阿的那高总讲，其实一今日种个米完全系适合到阿的那高总可以吃的一个米，佢变成讲今日一杯米，唔但只系代表喺阿的台湾自家嘅一个种苗嘅技术，同时嘛喺代表阿的台湾呢啲科技嘅技术，睇下包米上面，佢就变成一杯一个案例，其实喺阿我感觉都几珍贵。你讲，你这个唔但只传承阿的思田。好，中国味的技术，同时嘛，把新的技术感染落来，为一啲传统的产品地板，变成有一啲，像他个人可以去对一个技术地板，对一个产品，佮有新型的一个方法。佮听你讲，佮这个黑了一批的东西，其实卖有卖到米棍嘛。哦、但是米棍人伊咪讲，哎，一个东西，可以改好哦。啊，一天蛋，一两吨，啊，能吃得下来冇？其实当初去打米棍市场的时候，有上过一个问题。噶提拜伊面国家，噶伊个接触个该物个经销商啊，就是讲安尼了到南加州，啊还是来讲，哎南加州农场个，佫竞争呢，农场个面个，伊讲国语讲最硬的市场啊，系啊，你佮东方人嘛佮多嘛，系啊，阿妈东方人就佮伊西田中阿妈都爱中面，啊来讲七块啦，就安尼有七块链啊，又还有清真的认证的人，然后还唔会，你都唔会输本给的啦。啊，你如果持松落去咪，得啥？对持松你要怎命的啊？你当然就会在憧憬这个咪。不过我想讲唔怕七块啦，
阿伯咪去去阿老伊下东道，替下迄在地的华侨天秀。阿伯咪其他阿讲，伊要拄个网络单位下讯息不安尼嘛？伊讲，我都爱外国的朋友吼，阮上无嘛该失翻呢。啊，该摆去失脱了后，天英伊就来夹布，讲了咪按规来，创唔着向伊做微信。我讲夹外国人嘛要接受，讲了咪无空用，你嘛你要用神秘嘛。啊，所有的东西迄种。在尤其的风险在中诶，伊讲唔单讲丢住，唔单单讲丢住，看到通不的部分，很值得敌人公用的中，伊讲伊失了最安心后，伊讲失的东西神秘到个的，我觉咧 Q 密些还无空用，还有虫密。因为你咧头摆讲迄本日本天皇写其中个讲的寿司密，所以你咧高雄一三九的个品种，所以有个只口感咧。个从这个大阿开始担心伊米国的时阵，米国的检验不管难。哦，伊咪过来有只 FDA 认可，所以真麻烦啊。那讲，我伊申请，噶安尼申请拄好拄到咪过来个 FDA 个只食药署个嘛，上个老资料帮都区块链当背。我咪看到安尼有咧只区块链的履历的东西噶，那差不多拢三张也是有是过关的，安尼算过奖的。啊，不过个检验真啰嗦，没啰嗦，真麻烦啦。像啊，有一批咪之前去送过去，所以讲安尼搭配搭配安怎嘛交代啊？当背背有介重的，背从门内背粘住当背，介皮有当背有一些重的，其实咱推脱。啊，所以唔要第一个讲对所有的农产品啊，你都给咪过非常的严格。唔要讲像安尼，你阿拄到咩要讲，咪虫诶，就该水果当卖。噶真诶，那有虫诶，都水果含咧都遐所有产品都出到外国去，一日通检验都清严啦。嗯。啊，假设啊推荐啊，后背也是吃袂，个真袂注意。嗯。或是变成讲，啊大个市场出诶，尤其像美国诶市场出，伊爱检查，一开始检查过严格，因为吼，其实对个咯农产品诶各种检查嘛，还过仔细。但是问题很好，譬如讲从美国市场安胎。嗯。像我们台湾，其实我们嘛，地讲的，比如我们过多温盐，我们咪台湾人的土地重化一样，我们的农田可能一耕耘都差不多三分四分。是的呀。嘿，但是问题是，你看我们所以讲，你家是亚马逊云买，比如一种东西一天可能买一两千斤，看这个是的落下。啊，你俩那讲像啊，你俩收割梯，差不多一起啦。嗯，我有一万两千包都，那还好丰收都一万四千包到一万六千包。嗯。啊，一年有两期嘛，差不多六万四千包左右。啊，你俩目前那些都可以。那我个人觉得接受度就有些太，像俩像我去到欧盟去，啊，接受度那就有些太两模啦。开始是不是请空中去做有机的空中工业，挨区块链调的度，挨面积，然后所有的资料又搁加变态。像我俩都填拢是有分量片啊，我社会现我社会在链接。国内内销内销可以再链接来分开来，啊，另外替人家做店来卖几多东西，含做店来东西卖去那边，啊，那只国家其他接受人来台湾的米，啊，来通做底啊。可是等于讲，要不天然这个唔想讲讲啊，啊，这个一天啊，这个食得很啊能食。如果你咪讲，各种啊有钱多，他个人强啊强啊，用方式去种诶，要天然他个人强啊来，强啊来本要不天然。其实今尾尾来上那个节目是做迄个老哎呀，你种下后生的，那有专业后种下天秀的后生的，来讲一讲。那东西吼，钱弄人家讲钱穿唔脱啦，那做在太假空下力量去穿哦，做穿黑道。那讲有天单来，唔是搞心唔落去买本平银，其实当多钱拢穿无。那太假做老特大力量结合放起来吼，做老所有的钱真正都从穿进来台湾啦。其实今天吼节目做今天，他有提供，嗯，这个其实作为一个做农事的方法吼很用的，然后你这个今天一个进步很用的。啊，其实想问讲，那当初有想到讲，今天过来做农事，我做今天的一个甜品？冇，那讲都2018年，加区块链科技那么牛了，阿里阿涵呢？搭十礼拜五，安布亚哥摘米都台北的农民市集去卖米，然后礼拜哥视察专业，然后个做些。恁当安尼听伊安尼想法啦？尤其是对台东有上亿，真的过开呢。因为安尼后生的人来专业农，像讲个啦，农产品爱外销，那无政府的天秀，无法度啦，无可能的事情，来打破了这
大家想讲做不到的东西，我把它打破了。主要想要留了第好，想要讲爱遐硬顺条人，看你倒个人，你当然做一多，唔一干嘛做一多。所以想要本家的就是安尼启发啦。唔免讲个老，唔免讲个老家讲讲，还要急歪去傻批啊，动歪歪安尼样，唔免。还讲你当然是都硬顺条，可能当然不顺呢，佮做到嘞，嗯，比以前啊厉害。可能喊你拜人要做笔记啦吼。可是等于讲停顿时代的进步吼，以前个等于你的困境，好，你咪讲哦，真是以前买米路真是安尼哦，都按不压都抽一堆压茶，摩都死的压茶，就算伊态度失正，底边买买唔买还唔抵哦，买唔还又全部又一起追又来追过来。所以你阿伯上到上头拜，阿你阿都特别要试开苏花公路，阿妈甲喊出来甲其实要讲，哟，你那么当年爱试搬家爱茶。我讲你们搬家是苏花公路哦，考唔到上头对花路，一下得台是摩台的。我讲你喊唔会通，因为喊因为你试一下才会试该条路通不安的呀。所以讲话呢，现在真真危险。所以你看台北安尼许多台北，我留下你的米哦，伊来买台，我推卸，我买本台价。安尼下，你下是从初笋一百一吨、两吨、三吨，你还冇可能没，你拢没当初有上一道的啦。那么无了，你个科技天气话无可能。咁而家对比嚟讲，我哋政府其实希望讲啊，等恁人强人鼓励啊，等恁乡村来听书，有乜嘅建议冇？其实咧讲，政府了青岛东西本后生来讲，本不出，其实不不出吼，不如不以其像人讲，给他鱼吃，不如给他一只钓鱼竿啦。你听伊不出吼，其不出人讲不出救会要关啦，关咧其实唔记得其。本上做买东西，所以我看到个动作转起个人，其实要下街坊拿布出，问题最咪东西做冇出来。因当讲你只机制，因当要过去审核呀。啊，还有啥个那做了好诶，唔背下都顾虑唔怕。啊，那真诶，迄有条诶，真诶是看布出啊，然后冇做事情呢，迄种因当时要来删掉，冇说很结果继续看到用诶进修，而来路都金土一啊。是他一直的进步对外等人强人鼓励乡村一件事情，其实嘛有无同样的角度同无同样的做法。前面故事地包，我哋魏水田同我哋讲，其实那一做今年来的新的技术，其实归陆卡做农事一件事情，唔系一条归困难的路。我哋归前面归感谢我哋水田来现场同分享安多安精彩故事。感谢主持人哦，还有安尼的观众朋友，有很多始终的料。休息一下哦，再听下咱现在来运动运动哦。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好好运动的时间了哦。永庆先生，今日要教大家是椅子舞、椅子操哦。特登呢，都可以作为运动哦。平常时你坐在沙发、看电视，都可以同先生来做运动的哟。更加像坐在凳的方，凳的像准备有椅背耶，没有轮的耶，好没有了游戏耶。阿妈可以坐在个沙发。可能用心欣赏，马天伦来做运动哦。好，唱五脚脚风来，好，数鼓来，好，来脚数脚数三，来做一个交替，四，威龙大车，这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哦。七、八、九、十，好，将来同个数来做一个测完。弯片侧腰伸展，重的减跳，捞，
是后辈老人家呢。你前面老人家呢？从平从大天路啊，大概有算腰酸背痛的时节入开来，提天路走诶，前面来做，一，好送出去腿来松，用下来，更加痛的腰诶，扭腰，痛的舒开板诶，椅背后背，做停留，记得你的腰椎要挺直。再来弯片。回来中间，再次扭转式弯片，好，再来拿来臀来脚，停空来，冰下来，好，停空来的时间。竖大开，竖过来，大开，腰要伸出来哟，你背拢嘛伸出咯，竖臀脚来做一个协调性的动作。好，再来，你用鸭的翅膀，合上来，好，可以一发，骨眼的数，九九转起，再打开来，九转起，点解夹松的脚，打开，数转起，第你在旁边来打开，延展你的身体。最明白，打开，臀的脚脚放来，在前面慢慢的弯，做停留。慢慢的弯片，脚放来，竖，慢慢的，不用的，你脚尖一片，做一个延展，做停留。慢慢的放进来，再来做一个打开。做的延展更加更有点顶的手面板，像小木偶用的悬丝的木偶，一片有点板，一片毛有点板，一脚嘛有点贴下面板，做延展，竖红来，休息，再拜，打开来。
来做停留休息，打开，两只脚，来五个脚，来腾空来，再下吸，还记得吗？腾空来是这，腾，用下来，慢慢的走。配合的呼吸，记得的腰的没扑过的哦。好，今天用着数冰的你的椅背，好，冰的你用着冰的后背，来双脚抬起，两脚来做试哈，训练你的腹肌哦，吼。一、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可以发臀的脚，两人的脚去跳一片，好，慢慢的在前面伸。你会感觉大腿外侧有个软，个酸软。伸出来，斜脚，跪在中间，好，你可以绑你的脚踝，你可以放，你可以绑你的脚趾头，好，可以你都可以，没有脚踝，三、四、五、六。背两个伸出来哦，八、九、十，下来，来弯脚，用你的脚趾头，好，来慢慢的在前面，慢慢的过来。脚伸出来，慢慢的地后，你的脚踝绑空来，做停留，一、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用下来，好，脚同你两只脚脚放来，好，慢慢的看你先开，你会听来无？按我坐好了哟，莫溜下伊个哟，脚伸出，好，慢慢的放进来。今天的动作记得了吗？好不好？相信大家慢慢来做，一定听得爽哦。好好运动，还能下次弄来了。